下午好，我是泰国王光明。今天要拿一些泰国的和尚来真罗的给大家看一些，有差不多几十多张。泰国的国节都是教服多一点，就是差不多90%。有庙差不多10万多个庙，但我拍好像和尚的来到现在，有要40年了。就这一张也是以前用 slide 拍的，就是在水上人家，南仁那边看见和尚脚上他去走在人家的店出去，给别人拿东西来车脚上的时候。第二张就是去了北方兰邦，靠近江买那边有很多庙，他的庙好像缅甸的庙一样，就早上他就打扫清洁庙里面的东西。这一张在我们东北就靠对辽国对面就是帕塔帕农。他的庙就很有名啊，早上他和尚来开门。现在泰国好像男人到20岁的时候，大都就有机会，他就做和尚一次，差不多7天到15天。这个是新和尚，他还不会穿他的衣服，要给别人给他帮忙。早上在我们北方的庙，在派去靠近南那边，和尚出来给人拿花什么，就有女人送花给他。拍的和尚大都安排差不多一半以上。现在是真的他阿育提亚的小和尚，他早上早早就出去给人拿东西来吃，这也在南方苏拉塔尼拍的。这一张在松卡靠近马来西亚那边，就是哈仔那边瓦塔玛盖，就是他的和尚几百个和尚他就走这条路弯去给人拿东西，人就送东西给他很多。这也在瓦塔玛盖巴图姆塔尼他的大庙。早上这里的和尚他穿的衣服什么都很好看，应该很清洁，很好白。他准备走一个礼拜。这里的和尚在千来这边现在这历史了，因他做好像做酒店，叫鲁斯塔尼的酒店。这在千来的地方，就是他这个庙的和尚他住在山上，如他要下来的时候，他大都骑马，大小和尚都骑马下山给人家拿东西。这小和尚就用他的马就不太大，这在口仰就是 National Park 这里的，他去山上念经，我去看见就请他来拍照，就是山上还有一点树花很美。这一张在兰普早上，他背景也很美，大和尚他教书。早上他就教书，现在小和尚他要上学读书，在南就几百个小和尚，就这个庙也很有名，在南就是我们泰国的北方地方。这兰邦的庙，就它的建筑好像缅甸的庙一样，差不多。这在南就是它的庙不太大，就是好看有花纹。早上这一张差不多7点多，我早早就出去拍。这
差不多七点多啊，在派和难在一起看那边它的玻璃的玻璃颜色很美丽。这一张在南方，它的庙它的光很好，它就我们给它打扫地就拍了很多张，这也在瓦特马盖的庙。那时候我用 好像尼康的相机二十色拍1984得到尼康全世界第二名，就是这一张，这也在难，我们泰国的北方，人他来听小和尚他念经什么，这一张在难，就是他早早出来念经，就是大和尚他走过他。 就尊敬他们，这是一对小和尚，在我们南方的，在洞里面有很多佛在洞里面，还有这样的光，这也在帕特隆的洞里面，历史差不多500-600年的，也在帕特隆在洞里面，他有很多佛和尚经济念经什么，这在阿育提亚。 阿育提亚历史400多年，就是我们以前的成都阿育提亚的时代400多年，这在佩布里的洞，佩布里有很多洞，里面可以拍在11点到1点，也就可以安排小和尚进去里面拍，这也在斯拉布里就靠近曼谷，离曼谷100多公里的。 庙里面是洞，他就还有颜色，他来拜佛，和尚来拜佛。就在阿育提亚，睡佛在天空，他没有盖的地方，他来换给佛换新衣服。这一张差不多早上11点多，就看光很强的时候，那时候用那个幻灯片，我用莱卡的。 那个白色，看得很清楚。这一张在洛布里，我就如有去什么地方，他有什么节目，小学生什么，他有节目，我就去玩，有时间就拍。这在苏可台，苏可台就是我们泰国几百多年的历史，看见他的苏可台的佛，全泰国最美就是苏可台。 你看他的手什么都很美，这个是人来贴金，就小和尚他来拜那个大佛苏国台，就在毗湿奴洛。现在和尚他喜欢拿那个金片什么，贴在树上里面，看得很美，就好像有神在拜，就在暹罗就靠近暹罗那边的洞里面。 我们用蜡烛在洞里面拍的，大家都看我的和尚，就是我以前的打龙的时候，30多年前就用和尚多，到现在这一套也有去澳门沙龙影艺协会展览，而去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去展览，这是泰国。 有一个庙，他演100多只大老虎，和尚他演就是好像演起来好像很靠近他，每天都有人去看很多。英文叫Tiger Temple，在甘孜那不里。泰国小和尚就是12月份他是大放暑假，放2个月的时候，因泰国12月份就是最热。 小学生就喜欢去做和尚，就在麦凤山这一张，他们叫 Boy Sang Long，Boy Sang Long就是小和尚，那边就靠近缅甸的地方，你们可以拍3天4天，因他准备要做小和尚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很好拍，但天气热一点，差不多要40度，这一张也在考验。 考验那些鸟巴，就瓦特马盖的湖，它的衣服很美。这一张在难得，它的名叫少林，少林就是它的泥土的山。
很美，这一张我在瓦坡曼谷里面的睡福，用那个蛇多个和尚在这里拜福念经啊，这是睡福，他很有名的睡福。看见了这里的庙，好像在我们北方的庙，以前这一张如果人换灯片就知道，以前用大石公，大石公是蓝色的。 加两张在一起，和尚来在一起，天空它就变蓝色。我们的和尚他整天如不念经，就做庙里的舍友打扫清洁，就是南邦，他是很有名的福。这一张在东北，乌本就靠近辽国那边，看见了这里的话。 好像越南的，好像两三个国家，辽国、越南、泰国，连在一起。像这个龙就是泰国、辽国，这些好像越南的，它的画的是蓝色，好像越南的画一样。这一张是它的门神，就是用木雕刻的，很美。这个小和尚他来在村口念经。 在曼谷，马本天普就是他有第五王，做的庙的，在曼谷很多佛在后面，全泰国他们我们第一、第二王他选来在这个庙很多，就是都搬进来曼谷给人拜，这个他和尚来念念经，这也在北方的庙。 那时候我去看见他念经，就用那个鱼眼的镜头拍出来。这也在南，我们北方的庙。这个庙就是在他的名湾拉布皮，在曼谷，他的庙好像，Europe的庙一样，就是它穿起来好像上面好像Europe，但福就是我们泰国的福。他们一天早上差不多8点念一册经。 那时候我去看见他念经，就用那个鱼眼的镜头拍出来。这也在南，我们北方的庙。这个庙就是在他的名湾拉布皮，在曼谷，他的庙好像，Europe的庙一样，就是它穿起来好像上面好像Europe，但福就是我们泰国的福。他们一天早上差不多8点念一册经，好像下午差不多12点多一册，就是早上和晚上一天念两册经。这个庙就是我们泰王第一王建筑的，就是巴苏塔利舍两百多年的历史，两百三十年差不多。那个和尚进来念他的 painting很好看，这个用这样的光拍的，用三脚架。这个庙我就时常去拍那个，由大龙的时候就在这个庙得奖很多，好像这一张就得奖最多，就是在瓦苏塔的庙拍的。它真的念经，念的它叫念巴提莫，巴提莫的时候要念40多分钟，你就可以慢慢，我这一张是用哈萨巴特相机6600，是来幻灯片拍的，就有一山五一二零的相机都拍，可以摆什么都拍。以前不是数码的相机，就要有两三个相机，这是两三两个月前我去佩布里，你就看见现在 COVID 的时代，和尚他都穿这个纪念品，COVID的年COVID的，这个庙很美丽，在佩布里差不多建筑了，好像有300多年，瓦雅斯万那兰他的名，和尚的有时候我们相机接那个Pictures Style的，好像安哥瓦那样，叫彭隆湾，他地方的名叫彭隆湾。这一张我用 software NDR 和 HDR 两样接在一起拍出来，就它有光有太阳在这边。这一张在瓦塔马盖，巴图姆塔尼的时候，这一张拍了一下子，我们看天空，它和一下子它下雨，摄影机和和尚都跑，下大雨。
这一张在苏拉，就是我们南方，南方这里的庙，它没有个叫什么屋顶盖住，就是在天空的庙，就是有光，早上的透光和下午的透光，它都有光吐出来很美。这一张我在阿育陀亚，和尚他叫那个小学生怎么样打个声音，要不要给他看见？这一张在虎口塘。 就是在曼谷，现在大都是绿色，它盖进玻璃，这里都盖进玻璃，你就不可以这样拍了。盖玻璃，这一张在行不离，上年我去行不离拍，这个庙它的树很大，你看见，它晚上和尚来点蜡烛来拜拜佛的时候，它现在差不多要5点多要6点的时间，这在阿育陀亚。 阿育陀亚就靠近曼谷，差不多是1.5公里。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早上去，晚上就可以回营靠近曼谷，用一个钟头就到，就可以拍有很多和尚，有很多庙。这里就是我和你提的地方，阿育陀亚。这里的洞在腊不里，腊不里的洞好像。 桂林差不多，它有颜色，然后它有一点水倒影，你可以看见和尚他来念经，然后这个倒影的时候，它拍出来很好看。这个上年我去难，现在这个地方很有名，就是晚上小和尚他来写做东西，那个6点多到7点的光就是最美。它天要黑的时候，天还有。 颜色一点，就在东北叫垦垦垦垦的地方，就是我拍了很多和尚，他就在这里住一晚，就是要看有树，有晚上的光，他的倒影就看见很多。在阿育陀亚的以前的，他说要出去打仗，还要去做好的事，他就来找和尚给他念经。 给他出去平安，在毗卢洛那时候的和尚，他在大树里面住一晚。在上年我去噶比，噶比就是南方，他有经上年噶比，他有叫噶比本那勒的art festival。 就是这个是有一个 artist， 他做这样的骨头，我就用和尚来，好像他来看和念经晚上的这个用鱼眼一点，那个清莱的庙，骑马的庙。 就是小和尚和大和尚，他骑到什么路，在一晚就睡觉和念经，先睡觉。在清迈的庙，他要放水灯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我们北方很热闹。 北方江买是国泰都很热闹，这个要放水灯节。它有那个挂灯，这个小小的庙，那个好像我们山北方的庙不太大，它有玻璃颜色很美丽。最大就是好像在东部曼谷这些，南方的小小的庙就是淡北方的庙颜色就最多。这是在南方，南方那康熙塔玛拉，就是最近拍的，在那康熙塔玛拉，它晚上没有什么灯，就只等这个。 一点灯和这个是晚上的清在天空，就是我们用三九界拍。这隔壁的它有一个地方叫它泵空爽南，就是有河水和海水在建在这边，它的水就清清，好像我们中国九界沟那样。就是和尚来这边洗衣服和在这里念经。这在毗卢洛，就是靠近来到。 在清迈，清迈的地方也有庙很多。清迈就是清迈的历史，我们泰国历史差不多要700年的，就有和尚很多。在放水灯节的时候，苏国台的很热闹，就是苏国台700多年的地方，就是这地方他放水灯节的时候，就用这个地方来放水灯节。我那时候带那个Siam Club Slide Cup的member 去拍和尚，早上。
设点出来就是安排在那个古城地方拍的这一张在阿育提亚阿育提亚瓦柴瓦特那拉就是用蜡烛和三角戒这个是他们的灯有时候带外国的摄影节去拍就是也拍有看这个是白色的盖住这是多一个色的就不一样的但每天的天空都不一样这一张也在 阿育提亚拍的，在阿育提亚，阿育提亚就很多庙，我们就可以去瀑布离曼谷就很近，在阿育提亚，这以前的古城400多年的历史。我是来到最后这一讲就谢谢大家，因为我们国语讲来不太好，就对不起大家，就有拿我们泰国和尚的生活给大家看看，谢谢。Thank you.